红蓝之间再现艺术珍品，雍正官窑的卢俊佑的后援助阵是盛世败。我有一后援团，你们这衣服衣着装，它怎么可能是真的呢？生意往来是赚是亏？假的，那是不可能的。朴实的藏友，感动的歌声，都是我的歌，我的歌。马上播出，北京卫视收藏秀，邀您共赏卢军。欢迎收看北京卫视收藏秀，掌声有请主持人王刚。谢谢谢谢，大家好，欢迎收看中银理财收藏秀。非常高兴介绍三位嘉宾，著名歌手胡越，著名演员句号，著名演员柏林，欢迎三位。三位嘉宾家呢，分别是著名的收藏家、资深的艺术品经纪人翟建民先生，首都博物馆的研究员王春成先生，风雨堂主人、青年鉴赏家卞义文先生。那熟悉我们这个栏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期都有一个主题，这期是怎么回事呢？我跟这个翟先生啊、卞先生啊闲聊天啊，翟先生呢就说了自己的一段收藏经历，说完了我跟卞先生哈哈大笑，笑完了一琢磨，哎，就他吧，就以他为今天的题材吧。什么东西呢？请看亮宝。这是一件雍正官窑的卢俊佑的绢缸，所谓绢缸就插一些手绢啊，是一些纸质的能卷成卷卷成筒的，插在里面往案头上一放，显得非常之雅致。三位近前看，布托也非常之精致。那么我们请一位鉴赏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眼前这件卢俊佑的绢缸。眼前这个卢俊佑哈，可以说呢，它是红多混这个蓝釉、低温釉，那么铜钴料两种加起来的。那我们呢，怎么看这个雍乾的这个卢俊佑跟嘉庆、道光还有晚清的卢俊佑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留釉的多与少。那么在雍正时候呢，这红多蓝少；在乾隆时候呢，蓝比较多，红比较少。那到了晚清时候呢，这个卢俊佑的颜色呢就变了圆点了，就不是这种留釉的那种感觉。那么卢俊佑还有一个特色呢，一般呢就是以这个素的为主，没有什么刻花了、暗纹了等等。好，谢谢翟先生，谢谢三位，请。那么这样一件雍正官窑的卢俊佑的绢缸，大概价值多少呢？三位嘉宾，这是给你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同时给你们一个参考价。2006年，香港苏富比拍卖雍正卢俊佑如意耳葫芦瓶，620万元。三位，开始琢磨琢磨，跟后边的藏友商量商量，你们仨也可以互相商量。序号人已经亮了，柏林、胡越，450万、500万，你们俩是不是商量了？500万。哎、那么鉴赏家给出的是多少呢？300万。啊！啊！柏林离得最近，恭喜啊！好了，胡越，句号老战友们，咱也甭沮丧，虽然柏林拔了头筹，后边还有机会，啊。如果下边三番真假新老都猜对了，就将得到我的老上司乾隆皇帝200多年前亲笔画的汉柏图，知道价值多少吗？8736万元，这是他的复制品。一提复制品你们就乐，那每回都乐。
我都说了80遍了还乐。这个消息我不往心里去，我回家跟我老婆跟我爸说真的。啊，他会信的。这家里的日子过的，你就那可不一样了。那当然。你们家要不招贼才怪呢。笔筒器型为何引发多方猜测？它怎么里面还有茶锈呢？明显看出来它的那个每个平面不平整。这有什么可争的？一帮子那个，好友助阵能否带来好运？欢迎你们年轻的朋友们。吾辈觉得十分欣慰啊。我要是你，抱着这个赶紧回家，不在这闹了。欢迎第一位藏宝人出场。大家好，好，您请开始介绍。大家好，我叫司小雪，来自内蒙古，我现在在北京读研究生。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藏品是一件乾隆款卢君佑双棱笔筒。树枝门柳只一行，一片山花落笔床。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为手到之处方寸之台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件双棱笔筒，它的釉色肥厚，观之如山岚之气，扑朔迷离，幻象百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乾隆款卢君佑文房瓷。我的自报价是20万元，谢谢。好，谢谢。好，三位嘉宾请到近前看，鉴赏家请。请就位啊。句号先说说啊。哎，什么感觉？刚才看了一下，我想说哪个都是真的，为什么呢？我害怕砸了吧，这个咱们这个美女害怕坐不住。但是我要仔细一看，回来跟我们这个智囊团那么一研究，假的。为什么呀？凭什么？就大伙儿说假的就是。别假的呀！我看了一个细节，里面呢，它这个它不是茶杯。它怎么里面还有茶锈呢？那是脏，那不是茶锈。那不是茶锈。而且这种形状，谁拿它喝茶不是找遍了？就是啊，所以你这个假做的有点太假。那就是我们专家经常说的有明显做旧痕迹。做旧。但一般做就是在底足做，谁跑里面做啊？还搁底下做过去、你还真明白，看来你还真就做过旧。不底足做。是因为什么？去年我们北京台演了一个八兄弟，我们这个八个兄弟就为了我们家那个珍藏的那个宝贝啊，打的稀里哗啦的，最后还是假的。哎，我当时我看你们戏，我看的没一半，我说这有什么可争的？一帮子那个，对呀，我吸取我那个戏里的教训，我听我智囊团的了，假的了，就是假的。好了，没事，那还有两位嘉宾呢。啊，听听胡月，胡月怎么说？是假的哈？我觉得也是假的。为什么呀？为什么呢？那个咱们先抛开专家说的那些特点哈，就是我这样肉眼看过来，我觉得既然它是这么好的东西，起码要横平竖直，对吧？那我刚才看的时候，因为咱们现场的灯光很好，它会有一些侧面反光的时候，明显看出来它的那个每个平面不平整。这个我解释一下，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不像现代很多东西都是模具制的。古代很多东西，尤其是这种形制不规范的物品，它都是手拉坯的，所以它手拉坯，你再大的大师，它难免有一点不直，要不然就成模具。所以你说的那个理由，恰恰对，就成了他认为是手工制作老东西的理由了。恰恰验证了它是一个好东西，是一个真东西。比方说，咱们鉴定一个碗是不是手拉，有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倒过去，倒过去，只要你在一个平面上有点晃的，肯定是手拉的；一点不晃的，肯定是模具的。这就是我买瓷器的时候鉴定的一个土方法。这就证明您再大的大师，几十万的东西，它都是有点晃，它都没法横平。好，我们听听王先生说。好像不是这个概念，这不足为惧。土方法。当然机械加工变形会稍微弱一点。那么要说明这件东西不是手拉的，应该是硬坯一板一板拼接的。不是拉坯，拉坯拉不了这样。那当然，古代的东西我们现在看到它表面不平，那么这还是应该是釉面度和它本身的这个本身的器型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么这个不是平就对，不平就不对。您就认这是真的吗？肯定是真的，不蒙您。
可是我们后援团都说是假的。没，我有一后援团就在您后头，他肯定是认为是。哎，我才发现呢，哎。你们这衣服，哎，对，我们是统一着装，团结一致，对，都来自团结湖。哎，你们怎么回事？我们是后援团。啊，后援，这还头一回，欢迎你们，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后援，你们后援团是经常参加一些什么歌友会啊？不是，我们这个后援团比较特别，因为我们都挺喜欢古文化的，有人喜欢寿山石，有人喜欢瓷器，还有喜欢喝茶的，都有这方面的爱好，而且又住得特别近，都住团结湖，所以就是一个小团体吧，算是。哎呦，欢迎你们，尤其是年轻人啊，对我们传统文化跟历史这么喜欢，真的，哎呀，吾辈觉得十分欣慰啊。嗯，好好好好好啊，那你们不妨给你们胡月姐姐出出主意啊，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想？我当然我们是支持那个我们的队友的，然后这个是真的，因为乾隆年间的这个是和那个康熙的时候的，就是都是比较流动性的，然后但是颜色都泛蓝，然后我们都觉得这个是一真东西，然后我们支持他嘛，对对，就是乾隆。那造假的人他也知道乾隆那时候泛蓝的。是是是，但是这个质地什么的，嗯，不是说是颜色都是五颜六色，然后反光都比较强嘛。嗯。然后这也可以大家拿上去再看一下，我觉得它那个颜色呀、色泽呀什么的都特别好。哎，不管你说的对不对，但是你真的下功夫了，非常好。是。但是胡月，你得自己拿主意。你这么为难。真的。他们都说假的，我假的吧。您要坚持自己。我告诉你。要认真的对待啊，最后自己要拿主意，如果说错了上那儿待着去啊。那我说真的，别人说错了到那儿待着呢，就是默默的在那儿待着。胡月，好多年没听见你歌唱了。我在唱啊。你，我知道，但是那个咱俩好久没见了。对对对对呀。 那个你无论如何都给我们来哪怕四句，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现在不用说错了罚你。好了，柏林，我真服了你俩了。首先这个句号，你这戴同样戴眼镜，你看人王刚那个鉴别能力，你看你这个鉴别能力，你看胡月费着劲，你看这个东西一拿上来，你看这个造型，你看着这个色泽啊，你看他这个款儿，他怎么可能是真的呢？你有什么具体理由吗？妹妹，我跟你说，说实话，此时此刻我看你比看那个真品要顺眼。谢谢。你看你这个，说实话，做花盆就有点别扭，它底没孔，您觉得养花烂掉。妹妹，你听我说啊，我感觉在你陈述的时候就有点乱，就都一点都不自信，很有数。哪点有疑问，我可以一点一点给您解释。说实话，就是刘厂家的那个釉，像那个喷的似的哈，哎，所以说我感觉你那个又均匀又亮那种感觉，我感觉不是真的。妹妹，你真原谅我，要说真的我就到那儿坐着去了。我解释一下，就是您可能看。你别说了，我要是你，抱着这赶紧回家，不在这闹了。我来都来了。人家你没闹，人家是不是娓娓道来？我是心疼啊，我这是妹妹长得也好是吧？你这东西也挺漂亮。挺好的东西，回家干啥都行。原来是心疼这妹妹。对。好了，那么大家认为是真的假的呢？哎，后边的方阵都受你们主嘉宾的影响了。好了，那么我们请出鉴赏家最后的意见。一请护宝锤。生死文书签过了。签过了。啊。
啊，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当然，如果像你说的，这真的是一个乾隆的卢俊佑的双联笔筒的话，将给你由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提供的录制纪念的纯金金牌一枚，这个绝对是24K 金，啊。但如果不是，就是当代仿的，甚至也不是晚清民国仿的，那就当场击碎。不退。嗯。我觉得，如果假如它真是个当代，拿回家我开始闹心，我还不如把它拆了。这是不一样。啊，真的闹心。这要是假的，拿回家去闹心。不管这个东西是真是假，为年轻人这样的一个理念，我要表示赞赏。谢谢王老师。最后我再确认句号，认为是真的是假的？假的。红月。假的吧。柏林。假的。哎，这玩意儿还真是不好弄。是，咱这个还是力气活呢，做工真好。不是，他这种造型不太好什么？不太好下手。啊，他抱着你说从哪儿下手？从这儿，从这儿，这儿，从这儿，最后只能从这儿，这儿，这儿。乾隆款卢俊佑双联笔筒，形制较为别致。施釉均匀，釉色与乾隆时期卢俊釉色相类，但造型线条极为生硬，胎质粗杂，釉下刻款生硬，经鉴定为现代仿品。您能对不起姑娘，能帮我解释一下，就是这个胎质粗杂的话，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胎看上去还挺细腻的。对呀，看上挺细腻。就是专家，就是我想学习一下，专家是。专家可以给我们进一步进行阐述。这个是这样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态度。嗯，我们所谓胎质粗杂是一种经验的看法，就是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鉴定钻石的时候，我们说它里面的波度、光度、洁净度怎么样？那一般人如果你不是具有很专业的眼光的话，它都挺好的，都挺透明的，但是这里面是一个很细微的差别，有时候甚至细微到完全是凭经验的一种感觉，所以当你用话要去描述它的时候，这个是不太好描述的啊。谢谢。另外呢，就是很直接的一点，就是你经常拿一样东西，经常拿一样东西，包括你的衣服，兜里揣不揣东西，手机在不在兜里头，你一滴了你就知道，对不对？就是太熟了。所以说年轻的朋友们，我们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喜欢我们古瓷器，非常好，但是记住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来锻炼自己的眼力啊，好不好？再次欢迎你们，谢谢。谢谢王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好了，恭喜三位嘉宾头一番旗开得胜。生意往来是赔是赚？那我说也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啊。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专家揭露做旧全过程，拿到公司赶紧的就做旧啊。怎么加的？大家想一下。好，掌声有请第二位嘉宾。大家好。好，您请开始介绍。大家好，我叫李丹，我来自湖北，目前正在从事一家翡翠店的经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藏品是一件光绪卢钧瓶。关于这只瓶子呢，有这么一个来历。有一个收藏古玩的朋友，他看中了我的一个翡翠手镯，我给他报价是人民币50,000元，但他一时间也拿不出那么一大笔钱来，于是就想找我商量说，哎，能不能拿他的一个瓶子再来跟我做一个交换，大概是等价位的。那我说也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啊，得请咱们权威的专家来做一个鉴定。经过我跟他的协商，最后决定由我带着这只瓶子来到了收藏秀，请各位专家还有王刚老师做一个点评，看他到底值多少钱。我的报价是人民币80,000元，谢谢大家。谢谢。三位请上演，现场点评。还没有，还在我手里。对，哎，不是这个，这个是我自己的。那得听听您的说法呀，今天它到底值不值那么多钱？
好了，请就位。刚才啊，我们这个编导也提醒我，王老师忘了一个环节耶。咱们观众席当中，有一位坚持说这是真的，指的第一件，得上卧薪斋那儿去反省一下。他自个儿也不好意思，小伙子你就陪着呗。啊，他干脆替人家过去了。行行行，好好好好。好，这回胡越先说。假的。忒快。您怎么一口就能断定说是假的呢？我觉得他那个度和那个瓶颈啊，比例不是很完美，不好看。不好看。嗯，真品跟仿品光靠感觉那是不行的。嗯，但是这个艺术这东西，看它的特征，它属于工艺品。艺术这东西就是看感觉，那我觉得它就是不像真的。那它毕竟是古时候的东西啊，你不能拿它跟现代的东西做比较。对，但是是现代人再来看这个古时候的东西，让现代人来说，这是真的假的。所以我觉得它很可能，它至少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您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一点依据都没有。古时候的人怎么能根据现代人的审美观来做这个瓶子呢？没有，我是说我的感觉。有时候甚至我们在鉴别一些古物的时候，我们叫就差那么一口气儿。这一口气儿是什么呢？柏林，刚才王刚老师说的一口气儿，其实真可以和这个比，就是同样唱一个名家唱段，一人唱一样，就差那一口气儿，不管它真的假的，反正这个坛子、这个罐子、这个形，这不是罐子，瓶子，瓶子，瓶瓶罐罐啊，我喜欢，反正就冲这个线条。我先说的是真的吧，你啊，假的，那我再琢磨琢磨。听着句号的意见，句号，你得坚定意志。句号，到他这就画了句号。有的结论，我认为你的意见很重要。二号藏品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我说它真的是哪真呢？它瓷器它是真的，它个瓶子是不是那个藏品的？我觉得好像差一点。它这光不是特别那叫人看特舒服。这样吧，三位嘉宾，咱们请一位专家就给我们讲一讲，一般来讲，鉴定卢俊佑的瓷器，总体上我们应该从哪几个角度、哪几个方面入手？一般来说，卢俊佑的鉴定的话呢，因为他从雍正时候到乾隆到晚清的时候，其实就是。区分它的年代就是颜色的方式不同，也发色的状态不同。雍正的时候的卢俊佑很简单，就是它那种流淌奔涌喷洒的那种感觉非常强烈，斑片是大片的，很大气磅礴，给人感觉。乾隆的时候呢，它这种变换感就趋于比较规整化，到了再晚清的时候呢，就变得很奇怪，就是规整到就跟一个小圆点聚起来的一样。那么再说到新仿的卢俊佑，那就要回到我们刚才王老师节目开头的时候，那新仿的卢俊佑烧出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刚才王老师要说的那个翟先生要讲那个故事。怎么样？那咱们就讲一讲你这个故事。我们有你的开篇的呀。啊，其实说新仿啊，这个故事啊，也30多年前了。当时呢，有一位台湾的客人，很瘦，很小个的一个买家，穿的鞋子特别大，好像米奇老鼠一样。那么他就跟那个前辈说：“你有多少卢俊佑？大大的给我，通通来。”那怎么办呢？能够做的多一点生意嘛，是吧？那结果呢，他就想出一个办法，做卢俊佑。当时呢，就满处找老的胎，在香港的一个小窑。凌晨3-4点钟就开窑了，开窑的时候我还陪他去拿到公司，赶紧的就做旧啊。他那个红点你怎么加上去呢？你能想出来吗？啊，那就王先生也做过假呀。他没做过假啊。没做过假，所以你听这故事，你讲这故事我也在听。怎么加的？大家想一下。那个笔，他甩。刷牙刷啊，用牙刷啊，点上红啊，弹上去啊，有弹性哦，这个人也挺，那就是自然均匀嘛。所以这个我有发言权，就是我亲眼看的啊。很难得，这起码是30几年前，就是这样做旧的。好了，这个是不是这个啊？大家发表意见。
有三分之二认为是真的啊。我们听听鉴赏家最后签署的意见。二请胡宝锤。好，对不起，严肃地问您一句，生死文书签过了？签过了。现在好像三个人只有一位认为你这东西对，现在退出还来得及？不退。刚刚专家的一句话，我觉得我会更坚信他是真的。专家哪句话？翟老师说的，晚清的时候，他这个釉的这个会有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这个小圆点上边，而且这个特征相当的明显。但是如果不是，当然它不可能是康雍乾的，只能是后仿的了，那就当场抵碎。那我得找他去。找我去？不找您，找我那个收藏的这个要跟我交换的这个朋友去。这个东西是交换来的，好像是不是？现在这个镯子还在我手里。这是这个？不是这个，这是我本人的。你那个不错呀，真的脆呀，紫罗兰。但那一只更好。不退是吧？肯定不退。句号认为？我认为，假的，假的。胡玉？假的。柏林，就真的了。你说是真的是假的？假的，假的，假的。你们后边有没有谁说真的的？有没有？那位，大家记住，这边有没有说真的的？没有吗？一个都没有吗？都认为是假的。好了，都记住自己说的了啊，假的，假的，真的。吴越要动手了。光绪卢君釉瓶造型规整，釉色流淌，变换感不强，但属晚清卢君釉典型特征，经鉴定为清光绪时期制品，市场估价约30,000元。啊！谢谢金友张老师。胡越，你看着别扭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知道吗？因为我上次看着我也别扭，但是他还真就是一光绪时期的卢君釉的这么一个赏瓶。王刚老师，您这个鉴定结果，我鉴定它是真的，我非常的开心。但是我还是得找他去，他得给我补齐那20,000块钱，因为那镯子就值5万，我还是得找他去。对呀，这个也许过两年他也就5万了。好了，请王成先生为你颁发金牌。胡玉，句号，那么就请吧。有点绅士风度嘛。来，这样搭着。你这儿留一张照片，多有意思啊！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你以为你什么事儿？藏有紧张，表现异常。你好，你好。对称如意耳，行。没事，听明白了。来历奇特，结局难料。登记的时候呢，发了，你们掉了，掉上了4个酒碗。让我们说真的都有点难。不是，高彩，你们都说的是假的，我觉得。这位兄弟，你听我说。掌声欢迎第三位藏宝人。大家好，怎么，王老师好。你好，你好。这个我这个第一次来到这么炫耀的、请坐，请坐。我感觉我这个心情有点激动，我想把这个你带发言稿来了，拿了一个稿，我想带着念行不行？行。不是，是这个东西的介绍吗？是。
啊，好的，嗯。各位嘉宾，各位专家，马老师好，我来自西北甘肃，现在在北京工作，受远方亲友的嘱托，将清朝中期的产品卢菌釉如意耳宗带来给大家一起介绍。此产品中结少中结扁圆，下腹丰圆，中经舒腰，整体呈葫芦形，对称如意耳形。没事，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啊，巧连上下，它器形端正，使用非常自然，釉面开有细小的纹片，在当时社会就是上品。虽然卢菌釉是一种仿烧菌釉，但在色釉这个百花园中，它的确是一朵晚开的枇杷。所以说，我股价50万元。好，谢谢。三位，今天看，要小心。这个不好了，散会了。胡月，请留步。刚才我说了，猜错了要罚的。别人都无所谓，胡月我是绝不能放过。我们带您一起去欧洲，哎呀，歌声响起，迷倒了众人啊！我也是其中的一位啊，哪怕给我们唱四句，句号还不把话筒递上来。你想唱什么？或当年你经常悄悄给我唱的那首歌，哪有？你怎么说出来了？是啊。哎呀，没想到还要唱歌。看见我坐的那地方，那只有唱我的那首歌了。哪首歌？我是真的唱啊，唱几句啊。好，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谢谢。小宝，暴露一点，真的假的？这事儿还好说。谢谢啊，同学，谢谢。哎呦，真是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当年那一块儿出去那个啊四处奔波的时候，大家是那么纯真那种友谊。现在呢，你说就唱四句歌，刚唱完还没完呢，你告诉我那是真的是假的？这都有条件了，真不够意思，哥哥呢还叫你啊？好啊，那今天等会儿说，句号先说，我也等会儿说，你也等一会儿说，较劲，要一个待遇，强行跟我为难，没有啊。那就这位先生先说，应该是假的，就是那个露白的那个地方，我看着好像是不太像是真的。姑娘，你说？我也觉得是假的。哦。它不是雍正年间的吗？雍正年间的那个釉是流动性比较强，因为它上面是点刷，它下面感觉是流的。还有那个藏品人好像也不太清楚自己的藏品是哪个年间的，我觉得肯定是假的。你看这个流感，刚才那位小姐说，她说没有流感，不是她这个流动感，别流感，流动感就很强了，特别在这个耳宗的这个耳这个如意这个耳形这底下，你看这个流动感这么强，她说是像是点上去的，其实实际上这个弧度在这个地方是最那个什么的，最能显示流动感的，弧度在拖出来底下是窝进去的，所以这个流动感很强。她说这个上面呢，她说是没有流动感，因为这个从这种挖进去的，所以它流动感就不是很强。哎，你现在说话也不拿稿的，说得挺利索呀，挺快呀。刚才念的是磕磕绊绊，所以说让我们说真的都有点难。不是，刚才你们都说的是假的，我觉得。这位兄弟，你听我说，柏林他不会猜错，从他的外形和他的颜色。你这个东西是假的。谢
这改那个西北风专场了。啊，对对对，这个影响多大？这个颜色是好了，这回你们俩得说说了吧？哎呦，真是，我觉得它这亮有点太亮了哈。不是那个光打的，这是光打的，平时没有这么亮。是吗？就今天晚上不是特别亮吗？我们这光打的，平时没这么亮，脸也亮。你说是什么来的？人挨着打也亮。不是，哥哥，你说是什么来的？我说是假的。你说是假的。真的，你就说真的嘛？唱黄土高坡，我也就从小听你的黄土高坡。柏林哥哥一回来吧。假的。你跟他掰扯不清。我说他是假的。假的，句号，真，假的。假的，小伙子是假的吗？我说就说是假的，应该说出理由为什么是假的。我跟你说说，我是一个外行啊。等会儿不让我说啊。我们那个已经给我指示了，他说是真的。啊？谁给你指示了？你们那个，我们那个不是专家，圣专家。哦。他叫第二就告诉我错了。嗯，嗨，那你还信他？我也是刚才信这小姑娘，说她一定第二件是假的，结果现在我坐这儿来，她坐我那儿去了。哦，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世事炎凉啊。然后还不过真的假的，我觉得应该有专家说了算。他那个，我觉得你说他是试用专家，他是试用专家。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要听别人的，自己拿主意。这样的，我现在把这个产品的来源，这是我一个，亲友，远方的亲友，这个产品我是替我这个亲友。他怎么老说产品呢？啊，这还是假的呗？就是给你这个东西的人也是说，真的这个产品，不是，我是在北京是做那个卖那个软件产品的，我这个藏品和产品呢，我其实我说的是藏品，分不清，说不清。嗯，说这个藏品的一个来源，它是这样的。这个藏品呢，还是产品啊？我就说产品毛了，是藏品不是产品，品这仨字儿，产品、藏品、产品，不一样的。咱就说第二个藏品，藏品，你就说我这个东西吧啊，我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我跟我一起从小的一个发小，也就是一起长大的一个朋友的他的。爸爸在耕地的时候，他这个地在哪儿？什么样的地呢？就是说，在古代，在很久以前住过人的那个庄子，唱过黄土高坡的那个，我老或者应该知道。扯你那儿去了？不是，扯我那儿。他那个如果应该看的那个窑洞嘛，这个窑洞的底下有个坡形平面的这种坡形，他的这个爸爸在耕地的时候呢，这个坡形这么一耕呢，一哗啦一掉了。掉下来的什么东西呢？掉上来四个酒碗。当时呢，在顶上，他就喊那顶上这个山，黄土高坡山上那个顶上的一个人看了说，我都见过那个东西，采用那个东西完之后，那个人呢说，哎呀，这个四个酒碗挺好。不是，你好像扯得有点远了。现在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回事？就是因为这个人顶上离地的那个人下来呢，就他家里藏的这个藏品呢。是很早很早以前遗留下来的，他们从远处迁徙到我们那地方去的。我怎么觉得是离地？拿这个离地，离到窑洞里去了。越说越觉得像假的了。不，这个下回啊，你还是把它写在纸上以后拿来这儿念，主要是这样就更清楚了。哎，别着急，小伙子，一着急他容易啊。好了，大伙儿的意见。小伙子，我得为你鼓鼓掌。你看着没有？这边两个方阵大部分都支持你。他是个很实在的人，哎，实在人呢，这个目标一旦对了，那真是太棒。这个目标如果是一旦把错了，这可就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了。听听专家最后的意见。现在我说，就是我们那个地方是比较落后的地方，是藏品假品根本是没有，交通都不通，还不说藏品了。真的哦，交通都不通，交通都不通。我那时候上学都是50里地去上学的，哦，交通都不通，还哪里做假品？嗯，就是你那儿呢，因为闭塞，所以不可能有假品。三秦护宝锤，好了，咱们抓紧时间。啊，一本正经的问你一句，生死文书签过了？签过了。现在大部分人认为你这东西不对，望你考虑，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因为我发现你对这个东西，太有感情了，非常执着啊，有感情，啊，
你认不认可专家的意见？认可，肯定认可，绝对是真的。嗯，现在退出还来得及，不退，坚决不退，要砸就砸了。没绷着你吧？啊，对不起啊，雍正款卢俊佑双寿戴耳葫芦瓶，釉色流淌感较强，施釉较厚，造型属雍乾官窑典型器型，但双耳线条及捏塑效果较为呆板，釉色与真品相比有明显偏差，通体有明显做旧痕迹，经鉴定为现代仿品，而且跟那个咱仿造手法上异曲同工，或者说一样毛病，手头太重。我觉得王老师，嗯，我觉得这个重咱们先不说，嗯，就说你这个耳型太呆板，我想请专家说，嗯，这个耳型怎么叫呆板？为什么它线条比较呆板呢？一般的中国的这个装饰，实际上装饰曲线是非常美的。那么曲线美到什么程度？看出一个不是一个附属品，而是形混为一体了。这个曲线呢，到下边是完全是斜下来的。刚才王老师还说这点重，反复强调重，重的原因是什么？它要用厚重的胎骨去支撑它的造型，如果是中了，它在烧造过程会变形，所以它必须要追求当时的要仿的本的那种器型。那么耳朵呢，恰恰它比较薄，所以烧造过程中它会有一点变形。你不觉得那耳朵往下搭一点吗？弧线没有起来。谢谢。最好的一个办法，如意耳尊，乾隆的、雍正的都有。你比较一下，往旁边一放，你就会知道它是多么的不顺眼了。小伙子，这不光是专家看，这三件东西，我不怕你啊生气。哦，这不是一眼一搭眼，一眼假的就是他。小伙子不着急，收藏呢要放平心态。最后柏林刚才认为是假的，那就说你三番全都猜对了。哎呦嚯，恭喜你啊，获得了保利提供的碳百图的复制品啊。那么今天呢，大家关于卢俊佑探讨了不少啊，也委屈啊几位嘉宾了啊。通过这个我刚才讲了一点一点的来嘛啊，但是有一点千万记住，去伪存真。谢谢大家，谢谢。